玉琪然走了，林飞也走了，你也该够了。你让我就这样离开，我不就成了个笑话吗？有一句古话说得好，识时务者为俊杰。我希望你能够借第三方收购这个机会全身而退。还有，你是我老婆，我会保护你的。我希望你每天都能开开心心的。敏儿，跟我回去好吗？好不好？我现在不是总裁了，你满意了吧？玉琪然，我真的没有想到你居然是这样一个小人。这件事跟我无关，我从以前到现在都从来没有想过伤害你。就算你真的没有想过要伤害我，可也已经伤害了。而且你现在说这些，不觉得自己很虚伪吗？如果要把错放在我身上，会让你能好过一点，那随便你。你选择让生活活在仇恨里，我也帮不了你。为什么？为什么我们会走到这个地步？为什么我会输给林飞？你从来没有输给过任何人，只是我们不合适而已。敏儿，你已经找到自己的幸福，就不要再纠结过去的事了。如果以后还有再见面的机会的话，我希望我们能笑着面对彼此。菲菲，你到了那边安顿好，一定要第一时间通知我，知道吗？放心吧，我们一下飞机，我就让林飞第一时间跟你联系，好吗？这次我走了，我爸就托你照顾了。放心吧，林叔包在我身上。我没事，你管好自己吧，多听齐然的话，在国外小心点啊。爸，你怎么这么偏心啊？你怎么不说让他听我的？爸，您放心，我一定会好好照顾林飞的。行行行，天都快下雨了，赶快上车吧啊。菲菲，你也不让我去送你。你要是去机场送我的话，还不是一路哭着回来？我怎么可能不哭呢？你到了那边一定要照顾好自己，想吃什么就多吃点，别老是减肥，知道吗？你也是啊，好好照顾自己，别整天胡思乱想，要不然猝睡症又该犯了。我也是，菲菲。你到了那儿，没事了就给我打电话，知道吗？我的电话24小时为你开通。菲菲，差不多了。我们走了。爸，走了。起来，拜托了啊。
你也要保重、学长，你一定要照顾好菲菲。不会的，放心。拜拜。小童，别怕，有我在呢。你不要离开我，不要让我一个人。你别害怕，我会一直陪着你。打完针就没事了，啊！拜托你们，让我死吧！我真的不想再活了。小童，我去打个电话。我是淑菲他妈，姓蓝的，我警告你，这个电话现在是我在用，你要是再打来骚扰我的女儿，我马上就把她嫁出去。你脑子长的是干嘛的？这之前的尺寸不是应该调查清楚的吗？啊，商品的规格不是写的清清楚楚的，让你填张表你都会填错。我什么我？不带脑子上班，说话都说不清楚啊！你这个人真是太笨了。哎，方总监，怎么发这么大的火呀？气大伤身，小心血压会升高，对身体不好。你咒我死啊？我怎么可能咒你？哎呀，好了好了，别生气了啊。哎，别给我灌迷汤了！最近公司招的这些新人，一个比一个傻，比你那会儿还笨。哎，方总监，你得给新人机会啊！你放心吧，在我的操练之下，他肯定比我强。赶紧啊，把文件给方总监。哦，对不起啊，方总监。行，跟我来趟办公室。我啊。谢谢淑菲姐，加油。来，坐。啊。方总监，找我什么事啊？淑菲啊，这个居家处呢没有领导也有好长一段时间了。我觉得赵香呢虽然比你早进家有购物，但是她的能力不如你。我想过段时间把你升为居家处的副总监。真的假的？谢谢你啊，方总监，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。哎，行了行了，别给我灌迷魂汤了，你好好干就行了。喂，你等一下，淑菲。我们这儿呢，有一个客户。他说找你有点事儿，你接一下。哦，客户怎么不直接打给我？啊，喂，你好，我是淑菲。淑菲，你还好吗？我好不好都跟你没什么关系吧？淑菲，你生我气，不接我电话，我……淑菲。你知道我有多想你吗？你知道我多想回到你身边吗？方总监，你也太过分了吧！淑菲，我觉得你发脾气也发够了。你说这蓝天他也是不得已嘛？你是男人，你才会这么说的。可是我看你明明爱他，爱得快发疯了。我根本就不爱他，一点都不爱。
那掌中宝特别嫩，嘎嘣脆。我们去吃吧，必须的。行。哎，我说三妹怎么了？你不是要升官发财了吗？怎么还不高兴啊？对啊，还不是被方糖给气的。我昨天在朋友圈看了一则非常好笑的笑话，我转发给你啊。要是不好笑就别发给我。肯定好笑。哎，转给我看看。发给你，你看一下。哎，发给我看看。有一天，男朋友的前女友回来找他，说自己罹患重病，将不久于人世。前女友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亲人，唯一的亲人就是他。他无法撒手不管，但却因此失去了他最爱的女朋友。虽然他们现在分隔两地，女朋友又拒绝接他电话，但他还是想对她说一声，他一直都爱她，爱她，爱她。什么鬼笑话啊！一点都不好笑。不好笑吗？淑芬，你就承认吧，你还是爱着蓝道的，对不对？我那天在道具间都听到了，你鬼哭狼嚎的喊着蓝道的名字。啊？我没有。哎，别，其实我们蓝天啊还是挺爱你的，要不是因为小童病得那么严重，你们也不会变成这样。三妹啊，我觉着呢，反正你也找不到男朋友了，要不你就原谅蓝道吧。我找不着男朋友啊？哼，你说我找不着男朋友是不是？不是，不是，这我就实话实说。你说什么呀？不是，他这是干嘛？这是？嗯，小康，淑妃姐，你觉得姐怎么样？这是人家把妹，他把弟呀。哦，赶紧给蓝导报备一下。淑妃姐人很好啊，平常在公司对我也很照顾。那姐今天请你吃顿饭，如果我们俩感觉好的话，就在一起。在一起。嗯哼。在一起。哦。小康是吧？啊。那前辈要警告你一下，不管他怎么约你，怎么威胁利诱你，你都不准去啊！对，因为我们的三妹已经名花有主了。对，我警告你，不许跟淑妃扯上关系，小心我让你在家有购物待不下去。嗯，小伙子，千万别动我三妹，一会儿下班头也不回，立马走人，听懂没有？听懂了。我还有工作没有忙完，我先走了。去吧。抓紧，抓紧，跑起来，跑起来，再快点，再快点，非常棒。我没有想到我那么爱他，虽然他现在和前女友去了美国，可我还是会每天想起他。我从来都没有想过我会和他谈恋爱，他是我们公司的天才导演，所有女孩都喜欢他，可是他唯独喜欢我。虽然我不是什么白富美，但是他真的很爱我。即使我们两个分手了，他还是在想尽一切办法挽留我。而且舒小姐，我还赶时间，如果说你不是诚心来和我相亲的，我们就不要浪费彼此的时间好吗？啊，你要赶时间啊？那你怎么不早说呀？我可没不让你走啊。舒小姐，我是来相亲的，我不是来替你的感情使得好吗？真是的。来，喝酒喝酒。哇，他会动啊。有时候会吧。哎，我说你那个人还不错，听你唠叨完蓝天的故事才走，证明他还有点可取，有耐心，挺不错的。可是呢，我就是对他没感觉。感觉这种东西可以慢慢培养的嘛，对吧？再说了，看你这样相亲来相亲去的，我都替你着急。反正我去相亲呢也是为了应付我妈。三妹，要我说啊，你就从了我们蓝天吧。你看他为了你啊，特地安排我们这一日三餐的为他报考行程。你这，哎，是你们愿意听他的。我这
淑妃啊，你不需要跟爱你的人较劲，小心到最后伤的人是你自己。反正我已经输了。啊，董哥，嗯，你们的婴儿房不是已经装修好了吗？你带我去看看吧。哎，对了对了，这可是我和大哥的心血结晶啊，保证让你们 你们大开眼界。那我也去看看啊，来，哎，走走走。啊啊！嫣姐，你怎么了？啊，嫣媛啊，嫣姐，怎么了？你是要怎么回事？这是，快打120啊！老婆，你怎么了？给你打电话呀！行行行，这电话多少啊？打电话，打电话！哎，别急别急，120，120！哎，淑妃，淑妃，淑妃怎么了？睡着了？是怎么回事？怎么办啊？这120，快点啊！医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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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护士，护士，哎，这是啥？我老婆要生了！哎，董哥要生产了，快送进产房，快快！哎，不是不是。我这边这边，哎，对，是我老婆要生了，是你啊！快快快，快扶上去，来慢点，来慢点，玉媛姐，来，哎，帮个忙，帮个忙，慢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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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玉媛姐，慢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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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快产房，快走吧，快快快，快快快，哎，小心点，你别担心，先坐下吧，你还得留着体力照顾姻缘和孩子呢。哎呀，就是啊，你说你多走两步，对姻缘生孩子也没帮助啊。董哥，你别转了，你再转下去，我又要晕了。哎呦，别别，不是，我就是，哎，你别管我了，嗯。医生，医生啊，怎么样？男孩很健康。那我太太呢？没事，你放心吧，一切顺利。哎呀，太好了。呀。哎呀，好可爱呀，小宝宝！哎呀，好可爱啊！我当爸爸了，我当舅舅了。这么漂亮，随我了吧？哎呦！他对我笑了，你看他对我笑了，你看他眼睛睁大，笑眯圆，太可爱了。啊，你睡醒了，饿不饿？现在几点了？现在才8点多。这个时候，你不是要给淑妃发短信吗？蓝天，我真羡慕她。别想这些了。蓝天，谢谢你这段时间照顾我，有机会替我谢谢淑妃。小童，蓝天，我想出去走走。今天我带小童来户外走走，他的气色看起来还不错。你呢？你还好吗？刚才大哥给我传了你的照片。
你想我了吗？想，我每天都想。淑妃，你是想蓝天呢，还是想我呀？蓝天。淑妃。淑妃。菲菲。我不是在做梦吧？你说呢？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都不跟我说一声。惊喜。还有啊，我想看看你的床上有没有藏别的女人。我这儿怎么可能有别的女人呢？哎，学长呢？他有没有跟你一起回来？雨前。嗨。你出去吧。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就刚刚，我就跑来找你了。你下了飞机就直接来了？我要和淑妃亮汤。来了来了来了啊，上汤喽！来来来来，放这儿。哇，太厉害了！终于又能喝到淑妃亮汤了。好了，开动吧，趁热吃。刚才还在说他这一趟回来肯定会胖几斤呢。我现在才知道能吃到家乡的饭有多幸福。胖几斤怎么了？胖几斤可以再减啊，反正除了上学之外我还有很多时间。你在国外没学着自己做菜啊？有啊，只是我做的不是特别好，所以就不做了。吃点。我还以为你在异国他乡厨艺长进不少。他呀，连炸鱼薯条都不会做，那么简单的事儿啊。炸鱼薯条满大街都是，还用在家做吗？是是是，在家里懒得做就让老公做嘛，对不对？我老公做饭那么好吃，在外面吃不到呀。我就喜欢吃你做的。你们两个什么意思啊？你们千里迢迢回来虐狗啊？啊，平日里也没人秀，你就忍耐一下，看我们表演一下嘛。你们这一次回来准备待多久啊？一个星期吧。这么赶啊？不赶啊。一个星期就可以把所有重要的事办完了。什么重要的事？没有什么重要的事，就是他要办一些公事。你跟妈最近怎么样？啊，挺好的，他还有闲工夫跟我冷战呢。冷战？为什么？还不都是为了男人吗？男人？妈妈她逼着我去相亲。笑什么呀？啊，妈妈的眼光我实在无话可说了，她给我找来的人一个比一个歪瓜裂枣。就拿之前给我介绍的那个小江来说吧，虽然身高有1.85米，但是地中海秃头又怎么啦？有1.85米呢，可以啊。1.85米怎么啦？你喜欢？那行，我们换换吧。那不，他是我的，我是他的。我不喜欢1.85米的。哎，好好好，别拿我开涮了，快点吃饭吧。好，哎，多喝点。挺好吃的。学长，你多喝点。你们这些小孩啊，请我要会做人，懂不懂？别学正道说话。哎，我说董哥，你这工作干的都累成这样。哎呀，还不是我那个宝贝儿子吗？啊，白天不睡觉，晚上不睡觉，然后他一哭吧，姻缘就抱着儿子，我抱着姻缘，我们一家三口啊，都哭成一团了。董哥，这就叫做幸福的眼泪。对，幸福幸福啊。你们都在。哇，淑妃，你今天穿的好漂亮啊！可不嘛，淑妃刚升职，肯定要精心打扮一下。哪有啊，就是随便穿穿而已。淑妃，这你的花。啊，一天一束花，这1.85米可真是有毅力。哎，三妹，你不会真跟1.85米交往了吧？啊，什么1.85米啊？人家有名字的，叫小江。哦，小江啊。小江，淑妃，俺等爱你的心。有我们家有购物为证，你已经等俺等这么久了，别放弃啊！谁等他了？那你要是没有等蓝岛的话，你为什么不跟这1.85米的人在一起啊？就是，
身高不是唯一标准好吗？而且我这是宁缺毋滥。再说了，明明被丢下的人是我，你们为什么老帮他说话？行了，别八卦了。哎，淑妃，没八卦，就是关心你嘛。难道你放心，你不在的这段时间，我们一定会替你照顾淑妃的。就是啊，不是还有我们哥俩了吗？对，放心放心，放心吧，兰导。没事，是我对不起淑妃的。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。这段时间，淑妃就拜托你们大家了。来来吧，来来来，干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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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好好好好，一路顺风。淑妃姐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啊，有什么事吗？我们大家都在找你，都急死了。有事吗？你去了就知道了。走走走走走，快点快点，你快点啊！恭喜我们三妹荣升居家生活处副总监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我一定要感谢的呢是方总监和叶总监。我刚来的时候什么都不会，给你们添了不少麻烦，是你们细心教导，所以我才学到了这么多东西。哎，方总监的指导是尤为卖力啊，每次经过你们办公室，我就听到他在卖力的炮轰你。我这是爱之深，责之切。你看现在效果很好吧？哎，照你这么说，人家杜大伟那早该当总裁了吧？啊，我吗？叶总，他是朽木，朽木不可雕。哎呀，方总监，我要是朽木，那淑妃呢？你当初骂淑妃骂的可比我凶啊！你跟淑妃比啊？淑妃她那是笨鸟，笨鸟呢要慢飞，但是一飞冲天呢。哦，好，好。哎呀，三妹啊，从今以后我这业绩就要靠你了。哎，三妹是你乱叫的吗？哎，把他开除 F 四啊！不，开除。我们这个大哥呢，容易冲动啊。我以 F 四的成员为荣，啊，对吧，三姐？行，三姐以后罩着你俩。得嘞！为了恭喜你啊，我们俩为你准备了一份大礼，来，来，来来来，上来，有礼，非常大。哎呦，哎呦，哇，真的好大呀，这么大。哎呦，还真是大礼！天哪，这是什么呀？这是什么呀？你们该不会跟我玩恶作剧吧？哎，这里面说不定有个男人啊！来，淑妃，快点把它打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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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可爱、啊！恭喜淑妃姐！三妹，
你这个表情怎么有点失望啊？你不会觉得刚才是蓝天吧？对呀、啊。哎，这个大家都闹得差不多了啊。这个该上班上班去了啊，就这么着了 啊！算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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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恭喜恭喜啊！别忘了请客啊，石总。走了。哎，工作啊，都工作了。嗯、啊，好。淑菲姐，这个给你。这什么呀？你看了就知道了。快点看啊！我的视频是从哪弄来的？蓝导给我的。蓝天。啊，蓝天。你不是不认识他吗？我怎么会不认识呢？我还跟他通过电话呢。通过电话？嗯。他什么时候给你的？他现在人在哪儿？他刚才过来看你了，然后把那个东西给我以后，就从那边电梯下去了。我曾经在这里遇见过一位可爱的睡美人，后来我叫醒了她，还和她恋爱了，她差点成了我老婆。淑菲，对不起，这段日子让你伤心了，对不起。其实把你一个人留下，我跟你一样痛苦，我无时无刻不在想着我们在一起的那些日子，我多想看看你，听听你的声音，可你却不接电话，所以我只能拜托大哥他们来帮我。多少个日日夜夜，我就是靠那些视频才熬过来的。淑菲，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。对我来说，小童只是朋友，是一位故人。即便是我和他在美国，也从没放弃对你的爱。你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，就像人需要呼吸。对不起，我知道
你是因为李晓彤病了，所以你才会离开我。我也知道，你是因为逼不得已才会跟他去美国。可我就是太喜欢你了，太爱你了，所以才会这么失望，这么伤心。而且我的婚礼也没了。干嘛呀？哎，裤子，裤子！学长，哎，快点！学长，菲菲，你们快阻止他呀！那他本来就是个疯子，不用阻止他。哎，淑芬，你快看啊！哎，裤子，裤子！哇哦！接受我的求婚，未来我的一切都属于你，我的意志，我的人，我的心，还有我支持的球队都属于你。如果你再不嫁给我，巴萨会输球的。你从什么时候策划这一切的？每天，每天都在想，我要怎么做才能让你原谅我。其实我早就原谅你了，只是咽不下这口气。知道，我知道的。你知道什么？我知道你，知道你有多爱我呀。
你们在干什么呀？我回来了。哎呦，淑妃宝贝啊，淑妃，你不能干这些事情，你还怀着孕呢。就是啊，小心肚子里的宝宝。哎呦，我没事，真让人着急。坐，医生都说了要多做运动。哎呀，那也不能做这些事情啊。就是啊，我听听啊，我听听。哎呦，他在动呢。哎呀，在动呢。哎呀，你轻点。有吗？哎呀，行了。哎呀，这是什么呀？啊？是摄像头！妈呀！啊？什么摄像头啊？这家里怎么可能有摄像头呢？蓝天。